我们来看一下打完之后的一个积分情况。在今天的六场打完之后，目前 New Happy 跟十七的分差只有一分而已。对，那目前天霸是169分，然后 Pero 是143， FM 是139，然后是声音兴隆135，天路是131， HQ 是128，这个已经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梯队。对，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九到第十六位的一个分数，其实分差也拉的并不是很大，目前上百分的队伍已经是有12支了。是的，那第九到第十六位分别是 WCG、DDT、DSS、CTG、CCG、RBS、GSW 以及 I7。CTG 也是凭借这把，即使冲到了100分以上。其实，在100分以上的队伍，大家都有机会冲一下前八和名额。你说争冠的话，现在还是有点分差的，虽然有2天时间，但至少我冲下名额的机会还是变大了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季后赛第三天的一个战神榜的榜单，超级泡泡、啊，超级泡泡啊，拿到了18个淘汰，然后是张德胜12个，小左拿到了12个，小鬼拿到了11个，峰峰拿到了11个。现在我们看飘柔，他现在第4名嘛，他跟前3名最大的这个分数差距还是来自于排名分。